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黄素星 Gelsemium， 黄素星是一种很重要的瘫痪物，它能够制造一般性的轻瘫，无论在身体精神方面的那种瘫痪的状态，那个脑筋呢是很迟钝，而整个的肌肉系统呢都变得松弛，但是呢那个四肢呢就会感觉很沉重，就沉重到很难动动的。这种情况有时候出现在一些伤寒病 的情况呢，那这个疗剂都可以用得到的。好啦，咁你会见到啲一种嘅疲惫嗰种嘅状态吓 ，less 条好疲惫嘅状态，咁个病人咧就讲唔出嗰种嘅种疲累嗰种感觉嘅，咁而呢一种嘅情况咧，嗰种轻瘫嘅情况咧，会出现喺嗰个眼蓋啦，咁导致个眼蓋咧下垂。因为嘅眼肌肉咧系瘫咗嘅，咁同有咧系嗰个出现咧就相应或者重叠视力嘅重叠。咁如果嗰、那个食道咧有阵时咧出现到好软弱，令到你咧嗰、那个咽吞咧系冇失咗咽吞嘅能力，咁有阵时出现喺嗰个肛门咧系令到我哋嗰、那个肛门咧系。长时间打开是不断地出现那个吐泻的。咁亦都会令到我哋嗰个情绪低落啦，或者呢因为有啲坏嘅消息呢是影响到成个身体呢一种瘫痪嘅感觉嘅。咁所以呢喺功能性嘅瘫痪呢就是一个主要嘅黄素星嘅主要嗰个症状嚟嘅。好啦，喺同疗法呢又记载有一宗呢是一个婴儿初生婴儿呢是出现痉挛，
初生仍然出现痉挛。咁而嗰个妈妈咧，喺三个星期之前咧，系曾经咧受惊嘅。咁系点样受惊咧？呢、這个妈妈咧系睇到佢嗰个仔咧，另外一个个仔咧系差啲烧死嘅。咁所以呢个妈妈咧系当时咧系即系受到好大嘅惊恐啦。咁导致呢个小朋友个新初生嘅婴儿咧出现呢种痉挛嘅一个现象嘅。咁当时个同外疗法医生咧就配咗呢个疗剂啦，就黄素星啦。咁喺30秒钟咧，那个小朋友嗰、那个婴儿嗰个下巴咧喺度咁不断咁震嘅下巴咧，就喺30秒钟咧就停止咗嘅。而喺2分钟之后咧，嗰种痉挛咧都停止晒嘅。嗱，呢位医生咧当时咧系要经过12里嘅车程，喺个山坡嘅车程咧，先去到呢个病人嘅。咁所以可以咁讲咧，呢种嘅痉挛咧，应该咧系持续咗好耐嘅时间嘅。好啦，咁黄素星咧，仲可以用喺啲咩咧？系白喉之后嘅瘫痪啦，或者咧系遗精啦，嘅之后咧个人好疲倦啦，或者咧个人好疲惫吓，即系个人冇晒力咁样。咁亦都系因为咧喺考试之前咧，所以成个人咧就堕咗落嚟咁样，或者咧系要上台啦，上台表演咧，个人咧就直情咧就瘫晒嗰种感觉，或者因为咧系嬲怒啦，悲伤啦，或者听到唔好嘅消息，咁通常咧个表达出嚟嘅症状咧，个人咧喺度震抖嘅，震，譬如佢可能要上去考试啦，之前咧或者要去上台表演啦，咁佢成个咧震到冇晒力，咁呢个咧就系黄素星嘅表现嘅症状嚟嘅。咁呢个黄素清呢个疗剂通常咧系适合一啲细路仔啦，同埋年轻嘅人啊。咁啲人嘅通常咧个性格上咧都系比较紧张啦，有多少歇斯底里嘅脾气啦，咁容易敏啦，好敏感啦，好容易兴奋啊，即系比较神经比较弱啲嘅人嘅体质用嘅。黄素星有4个主要嘅症状，第一咧就系晕啊 ，dizzy。第二咧就晕顿顿，即系个人呕嘅。第三咧就系下垂，个眼皮下垂，成个人好似好垂落嘅感觉。同埋最后咧就系嗰个脑袋咧系好钝嘅。有阵时系因为嗰个身体嘅体质太过虚弱咧，导致嗰个晕啦。尤其是咧系受咗嘅病毒性嘅感染啦，譬如伤风感冒啊咁样。咁个人觉得好弱嘅吓。咁仲有咧，就个人咧弱得嚟好晕啦，一起身一喐动就晕咧。咁你就谂到呢、这个呢、这个疗剂啊，黄素星嘅。咁呢、这个通常咧。个人咧觉得好晕顿顿啊 ，drowsy 嘅，咁喺嗰个感冒呢种病，咁导致佢咧就好容易就瞓低就瞓噶啦，咁可能一瞓到18个钟头都唔醒嘅，咁呢个咧同埋加上咧你睇嗰个眼皮咧好垂低呢个嘅情况咧，咁呢个咧系好清晰咧系黄素星呢个嘅疗剂嚟嘅。好啦，咁仲有一个好典型嘅症嗰、那个疗剂嗰个、那个表象啦，就系、是、个病人通常咧醒咗之后咧，佢哋嗰个眼咧系半睁开嘅，半眯埋半睁开嘅，咁你望过佢咧，佢好似昏嗰种嘅感觉嘅，只眼咧就好似睁唔开嘅。好啦，咁脑袋咧亦都系迟钝啦，喺佢病嘅时候咧。佢哋就谂唔到嘢嘅，好似成个脑袋咧系关闭咗嘅，咁所以佢当时咧当然系即系冇晒表情嘅，咁好多时候咧只系听到佢哋心人声咁样。咁另外一个关键症状咧就系唔口渴啊，喺发低烧嗰时候唔口渴。咁黄素星嘅烧咧通常咧都系99度啊，华氏到102-103度，即系唔系特别高嘅。OK， 咁但系咧如果你发现咧，佢系烧高，但系咧个人咧系好种，即系嗰种好疲惫啊，冇晒力嘅咧，呢、这个咧亦都系黄素清嘅疗剂嘅症状嘅。咁黄素清亦都系一个脑膜炎嘅疗剂嚟嘅。咁你都睇到咧，那个表情咧，嗰只眼皮咧
就垂低啦。咁嗰个病人呢就係、是、一个好似牛牛蠢蠢顿顿嘅状态。咁、啊、所以呢喺呢、种情况呢嘅末脑膜炎呢黄素清都可以用嘅。咁黄素清呢可以话呢係一般感冒嘅係首要嘅疗剂。即係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係有感冒，咁你都唔知道俾乜嘢都好呢，咁你首先呢你就先试一试呢个嘅黄素清呢个疗剂嘅。好啦，另外一个关键症状呢就係、是、嗰个寒气呢喺嗰个脊椎呢係升即係、就是、升升上上落落嘅。咁同埋有感冒时候呢，佢哋好多时候呢会出现个人呢係震震抖抖喺度震震震震下咁样嘅。咁有时候呢你睇到呢一个小朋友咁你会见到佢呢个成个身喺度又软弱又震嘅。好啦，咁所以呢喺黄素清呢通常可以用喺一啲人呢就係、是感冒之后啦，之后呢出现呢嗰、那个长期嘅疲劳或者一种叫 mono, 嗰、种一种病毒感染之后呢，咁出现呢长期嘅疲累症。咁佢哋个嗰种情况严重呢，个人觉得好重啦，好攰啦，要即係好辛苦先挨过一日呢啲咁嘅感觉嘅。咁尤其是对如果一啲话哎我自从感冒之后呢个身体呢就一直一阵不起啦。咁呢个呢系一个黄素升嘅症状之一嚟嘅。咁仲有呢个疗剂呢可以用喺嗰啲多发性嘅硬化症。咁遇到呢啲嘅多发性硬化症呢，咁你会睇到呢嗰、那个人呢嗰、那个四肢好疲好软弱好瘫痪嘅。同埋呢嗰隻腳呢觉得好沉重嘅。呢啲咁样嘅好软弱瘫痪有啲震震荡嘅呢种咁嘅震嘅症状呢，呢、這个呢就係、是、嗰个黄素清嘅主要嘅。好啦，咁另外一个关键嘅症状呢就係、是、嗰个双影喺喺一啲MS, 即係多发性硬化症呢都有呢啲咁样嘅症状呢，就出现呢嗰个重影即係睇嘅嘢呢係相叠嘅，个人好即係好攰。咁呢啲好多时候呢就係、是、MS 嘅早期嘅症状嚟嘅。好啦，黄素清呢都可以用喺一啲因为受惊或者听到啲坏消息而发病嘅。咁呢个人呢好可能呢喺遇到呢个情况之后呢，个人呢就係又即係讲唔到嘢，惊到讲唔到嘢，个人震震嘅。咁呢个呢就係一个黄素清嘅疗剂嚟嘅。咁亦都可能有啲人呢经历过地震啦或者自然嘅灾难啦战争啦或者有人襲击佢想偷袭佢强奸呢啲咁样嘅经历呢，咁呢啲人呢好可能因此呢变成一个长期慢性嘅黄素清嘅症状嚟嘅。好啦，咁有两样嘢好要紧要嘅。第一就係、是一种係震係 shaking, 同埋微震 trembling, 即係震荡呢两个。同埋呢整体呢好攰呢两个主要嘅。又震又攰，个人好疲累呢。咁呢个呢尤其是呢当佢见咗一啲遇见过一啲惊恐嘅场景嘅。咁亦都有啲情况，有啲人呢就因为打咗个疫苗针之后呢个身体呢就即係变坏咗，神经系统受到破坏，出现呢种咁样嘅症状呢，咁我哋都可以呢可以考虑呢用呢个嘅疗剂嘅。咁当然呢黄素清嘅主要嘅症状呢就係、是、虚弱啦、晕啦、相应啦，打针譬如打咗感冒针之后呢，咁遇到呢种嘅情况呢，我哋就可以用黄素清呢係解咗呢个嘅疫苗嗰个问题嚟嘅。好啦，另外一种应用呢黄素清呢就係、是、啲人呢係即係嗰个药物过度用即係过度过量药物，咁佢出现个症状呢就係、是、都係呢係温温顿顿非常之疲倦眼瞓，差唔多一种昏迷嘅状态，有时叫佢呢就即係叫佢唔醒嘅。咁呢个呢就係、是、好多时候呢係因为嗰个药物过度过量嘅药物导致。咁黄素清呢亦都喺呢方面呢可以解救佢嘅。咁亦都有啲情况，啲老人家男女七八十岁嘅人呢入过医院因为有肺炎
咁自从出咗院之后咧，佢都变为一个好虚弱啊啊，好啊冇力冇晒精力啊啊冇神冇晒神采啊，个人咧就好好个情绪好低落啊。呢种情况咧，啊黄素星咧可以系一种即系康复嘅补药嘅。好啦，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用喺一个头痛啦，喺就。搏动性嘅搏搏声痛嗰种头痛啦，咁有时可能后尾枕啊或者前额都好啦，啊咁好多时候咧你会出现有啲感冒啊，感冒之后咧，同时咧佢亦都有一种有啲嘅头痛啊，即系系沉沉顿顿喺前额或者后尾枕咧出现呢啲咁样嘅脉动嘅头痛咧，呢、这个就系黄素星嘅表症嚟噶啦，或者咧系那个视力相影啊，加上头痛啊，即系呢种嘅头痛咧，系眼即系齐重叠，咁呢个咧亦都系黄素星嘅应用嘅地方嚟嘅。所以黄素星咧系一个好常用得着啊，不论系急性嘅感冒啊，各方面啊缓晕啊，或者慢性嘅问题咧啊。都是有好多时呢那个可以发挥到很好的效果的。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不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